现。那我们这个演出呢，在这里这个特别的时刻，也请我们的许团长来跟大家说说话。不管是老朋友或者是新朋友，我们有请许团长来。这团长真的是蛮辛苦，自己又要指挥，还要吹萨克斯风。哎，我虽然人到三港，我冻结。那他因为他个性真的很活泼，很可爱哈，就是啊，比较希望说带给大家一个比较轻松的气氛啊。各位大家好，好，尖叫声，再来一次高八度的尖叫声，谢谢各位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哦，我们这个乐团哦，是最后一次的演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李仁宗老师生病了。李仁宗老师陪着我们十年，他真的很强，他真的是一个奇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演奏的谱，每一个音符都是他自己亲手写的，每一首曲子都有十二种分布。十二种，哪十二种呢？我念给你们听：大提琴、弹拨、小喇叭、笙、二胡、萨克斯风、笛子、电吉他、贝斯、爵士鼓、打击，还有一个是口琴。你看有多厉害，每一首曲子十二种分布哦。为什么我们要解散呢？因为真的也是很痛苦的事情，找不到像这种这么厉害的老师。我可以这样讲，我们台南市找不到这么厉害的老师，他有那么厉害也没有那么勤劳啦。一首曲子写了十二种分布，真的有够厉害，但是他已经生病，所以说不得不解散。现在我为什么这个时间我会讲话呢？因为下面这两首曲子本来是我们李老师要指挥我吹萨克斯风，但是他今天没有，他没有办法。所以说我本来说我不要吹萨克斯风，我指挥就好。老师说不要，你一定要吹，顺便也要指挥。所以说我不负老师的期望，我就照他的意思，如果有不好的地方请多多原谅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感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团长，好好吹哦，我们有录影要给李老师看的哦。好，团长真的是很辛苦哦。因为呢大概是可能过年的那个时候啊，那这个李老师已经就身体欠安了，所以他其实就没有办法再带领乐团的演奏，所以呢我们的吓我一跳哦，这样子我想说这边舒压哦，消毒一下再舒压啊。所以是由我们的许明才哈，许大哥哈，在一肩扛起乐团的责任哦。那当然呢，这个过程的不管是挑战也好，困难也好，我想是不可言喻的，点滴在心头。那今天呈现给大家，不管呢您觉得演出的好，或者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，就是在当下了。那这一首歌曲，我想呢，演出的如何，心意是最重要的。让我们一起呢，把您的心打开，用心来聆听，然后安安静静的。不过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歌曲啦，因为这是那个情歌，那个拉丁西班牙那个情歌胡利欧的一首歌曲。是谁哈？是谁带给了我这个生命的活力跟热情？是谁点燃了我这个对音乐的火花？把这首歌曲献给你，一起来欣赏。Thank you.
蛮感动的哦，因为。